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那、这个张牧师谈天说地，我们今天是2023年的1月24号啊，今天星期二。所以呢，今天啊、我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怎么样在怒气中啊，这个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知道，这个昨天我做了一个节目，谈到了春节期间我们美国加州。洛杉矶一个舞厅发生了枪击案，那一个姓陈的华裔啊，好像是越南裔的华人，那么持枪进入这个一个叫做五星的舞厅行凶，当时说有几百人呢，将近上千人在那里跳舞，那么他就开枪了，打死了10个人，五男五女。那昨天又有一个在医院里的重伤失去生命，就11个人了。然后呢，还有许多在医院里边在救治的啊，这个中枪的伤者。那这个人啊，打完了以后，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叫做莱莱的，这个他从蒙锤 Park， 就是蒙特利公园市，又到了阿罕布市。阿罕布拉到这个市的一个叫莱莱的舞厅，他准备继续行凶，结果没有想到被莱莱舞厅的这个老板的儿子把他制服了，抢下了他的枪，所以他逃跑了，后来被警察在追捕的过程中堵住了，他就自杀了。但这是南加州的，在中国大年三十发生的悲剧。那这个在这场悲剧中啊，开枪的是华人，死亡的也都是华人。年龄大概都是50岁以上，没什么年轻人，因为那个舞厅啊，在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所以来跳舞的人呢，大多都是这个50岁以上的，因为他们跳交谊舞嘛，年轻人不跳交谊舞，年轻人的夜店里边都是跳这种 disco 交友啊，这个什么新的街舞啊，什么街舞啊这些东西。那南加州这个枪声刚刚的落下。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北加州又开枪了。那这个北加州有个叫半月湾的地方，就是在旧金山的南边一点。那么又发生了一次华人的枪击事件。这个华人一个57岁的华人，那叫赵春丽。那么他呢，在一个农场。打死了4个人，打伤了3个人，然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农场又开枪打死了3个人，所以他又打死了7个。这两件事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华人。那我们华人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们就很沉重嘛，因为我们的华人在美国过去给人家的形象都是温文尔雅的啊，这个受了欺负也不吱声的啊，就是闷头赚钱的啊，过好自己家里的小日子的了，自扫门前雪了。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拿枪去杀人，都是看着别的族裔开枪，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那今天突然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近啊，离我们很近。第一是华人这个共同的特点，第二个共同的特点呢是都是长者，都是年长的老人。说实话，美国65岁以上就应该算老人了啊。那么这个南加州的是72岁，这个陈姓的枪手，北加州的这个赵姓的枪手是67岁，那这两个都是老人，这第二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第三个他们有的共同点呢，那就是打完了第一个地方又去打第二个地方。那这个南加州的陈姓的枪手，他打完了这个叫这个五星这个舞厅以外以后，他打死了人，他子弹打光了，他又到车上换了一个手枪，这把手枪是有加长的弹夹，那里边多放了很多子弹，这个在加州是非法的啊。他带着加长的弹夹的手枪来到了阿罕布拉，就是阿罕布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两个城市隔着也就是3-5分钟，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叫莱莱的这个舞厅。他准备继续行凶，他进去在寻找什么人的时候，被这个小老板发现了。那小老板啊，老板的儿子20几岁的年轻人就扑上去跟他搏斗，最后把他的枪
抢下来，然后对准他，但是这个他没有开枪。我今天早上看到了美国ABC 电视台对这个年轻人的访问这个他非常的勇敢，他当然也吓坏了，因为枪是对准他的，但眼睛他在找人，他找谁？其实那时候他们的舞厅已经下班了，只剩了三四个人，人并不多。那么他就扑上去把他枪抢下来，他没有开枪打这个陈姓的枪手，他让他滚出他的餐厅。这个舞厅，那么这陈英的枪手就赶紧跑了，因为枪已经在对方的手中。他跑了，他开着车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打电话报了警。那他告诉了车的型号、牌子以及人的这个样子，那也说了枪在他的手。那警察很快就锁定了，就把他追上了，就在托伦斯叫托伦斯这个城市。那么在托伦斯当警察把他包围的时候，他就开枪自杀了，他用了第三把枪。所以呢，这个人用了三把枪。这南北加北加州这个赵春丽也是，他打完了一个农场，他们叫山谷农场，其实是苗圃，过去都种花的，经常卖花，但是生意不好，他们就开始种大麻。那现在华人很多的华人种大麻，在种大麻里边，这个种大麻里这是一个不是太在光中的一个生意，就是在黑暗中的。那么这个生意的黑白两道都会去伸手的，所以呢，这个里边就非常的危险，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当然有巨大的危险，所以呢，他们里边可能不是要分赃啊、分钱呐、分的不均是怎么样？那这个赵春丽就在山谷农场大开杀戒，打死了四个人，那么打伤了三个人，也都是华人。然后呢，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农场。他又开始对那个农场行凶，这次他成功了，南加州没有成功，北加州都成功了，他又打死了三个。那么后来他跑到了警察局的 parking lot，在那里给警察打电话说我来自首。那这两个，刚才我谈了这个他们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特点。那今天当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来。这个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这个南加州和北加州，我们看到他们这种杀戮都不是种族的杀戮，不是对哪一个种族歧视，我相信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观点的不同，那一个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单纯说是夫妻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然后。迁怒于这个舞厅，当然也可能跟这舞厅过去他们在雇佣关系中有一些的矛盾，那这是可能的。那么，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凶杀案。那北加州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没不了解不了解这个赵春丽为什么会开枪打死这么多跟他一起种大麻的人。那么他肯定是种大麻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图片，我应该可以这个今天我用 Zoom 嘛。我可以 share 一下的这两个人，我们先看这个南加州的这个这是南加州的这个枪手，大家可以看得见吗？看得见可以留言告诉我这是南加州的枪手，72岁的华裔男子。底下说犯罪动机怀疑是没有被邀请出席春节的晚会。那我就觉得这个他的心理是有问题的，心理是有疾病的，他心理是不健全的。你想正常来说，你的妻子被邀请出席一个晚会，或者你被出席吧，没有邀请你的配偶，那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如果要我，那谁要邀请我太太他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那我就会问他需不需要我送他。那没有邀请我，那我就让他去了如果不需要我送他，我会问他需不需要我接你。他都不需要，他说他可以自己开车去，自己开车回来。那我就会在家里做点小菜这个打开一瓶红酒等着回来过年嘛。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你不要说72了，我现在60多岁，你要请我去跳舞，我也不会去的，我没时间去跳舞。你请我去什么这个吃饭，如果跟教会。跟我的事工没有关系的，我都没有时间多少的朋友春节期间请我去烤串火锅
我都婉言的拒绝，我谢谢他们，也给他们拜年，但是我婉言的拒绝，因为我刚刚的这个阳康啊，阳康以后这身体是还是很弱的啊，不是很有力气的。那长时间的聚会啊，吃喝啊，这种兴奋对一个啊从新冠中刚刚恢复的人不是好事，所以医生劝我最好不要动啊，在家里边休息。我觉得这个情绪管理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看到这是南加州的这个，那我们再看一下的北加州的这个人啊，北加州这个人什么样子的啊？北加州这个人是这样子的，这是北加州的，这南加州的，这是南加州的。南加州这个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长相啊，长相这个是华人无疑了，这绝对是华人，没什么说的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那这个北加州的人的样子就是完全的一个，我再停止一下子，我再回来，你看，这是北加州，这是北加州的啊。这个还是我再分享一下这个画面啊，北加州的怎么搞乱七八糟的这个。好，所以呢我们看，先看看这个人的都是老年人了啊，老年人了，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的。我把这个再跟大家 share 一下。哎，这是北加州的。这个北加州这个人呢姓赵，大家看到也是一个老年人。现在你看他躺在地上被警察搜身的时候啊，被铐住了的时候，你看他的头发都是白了的啊，是个老年人。那这是北加州，大家看到了哈。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关于情绪的管理，这个情绪的管理，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啊，常常有人说信耶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些移民呢，益处超大，真的益处超大。华人移民到一个新的社会，尤其到一个英语环境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那么他不太懂得这个国家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有几个特点，华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我们大多在国内被洗脑啊，被洗脑，我们的脑子里边都是非黑即白的文化啊，不是好就是坏，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也不太学会妥协，更不会认错。华人，你看华人很不太会说 sorry 的，你要让夫妻吵架，也很少听到说啊，对不起，是我错了，这种话都不会说的。那大多都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大概都是这样的习惯。这个思维方式，非黑即白，这个跟共产党的斗争文化是有关系的啊。那有人说啊，那个陈云香是越南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背景啊。其实越南人也是如此，越南的华人嘛，那这是第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的思维是非黑即白。来到美国，发现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它是有法治的社会。你就遇到问题，你除了你可以找心理医生先辅导解决，解决不了你就可以找律师，通过仲裁，法院的仲裁来解决问题。这在中国都没有的，中国那是上访。那法院是不管你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上访就倾家荡产，就走极端，有的就走极端，这也没有办法。这第一个，它世界观的问题啊。第二，我觉得华人不太善于沟通，也不太会沟通啊。遇到问题呢，就发作。你看那陈静的枪手，他的前妻呀，就说他容易发怒，特别容易发怒，就是这个。一点小事就发怒了，玻璃心就碎了一地。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过他的前妻呢，接受记者访问还说挺公正，说这个人呢，他并不没有家暴，他没有打过我。他们也结婚几年，后来离婚，但是他经常的一点小事，他就会怒气就会出来，就反应过度吧，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觉得第二点，就是我们华人不善沟通。那发怒呢，就不好沟通了。一个人发怒，大发脾气，暴跳如雷，那旁边的人就不好跟你沟通了。如果你愿意说安静坐下来聆听，这个才是沟通的一个开始啊，愿意聆听对方的观点，然后换位思考，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那换位思考去想一想，就可以有沟通。那沟通很重要，华人不会沟通，或者不善于沟通。那第三点，我觉得我们在移民的华人呢，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啊，语言的问题呀，文化的问题呀，过去也可能在国内。有的人混得还不错，这个有的是体制内的政府的官员呢，公务员呢，那时候公务员，你想在做官的，不管你做处长、科长，再大点局长，那你底下都有很多人要听你的，那你说一不二啊。那来到美国不是了，这是，你过去干什么的没人管你啊，这个你干什么都得你重新开始啊，就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所以呢，很多的华人啊，这个经济上啊，这个工作上、生活上，包括社交圈也变得非常的窄。今天这个南加州这个枪手，可能就那舞厅就是几乎变成他的全部了。那这个舞厅对他态度如何，就已经影响到他对问题的判断，所以他一直跟人关系处理得不好，所以就变得非常的压抑，压抑。一爆发，这个事情就不可控，不可控。所以呢，当然第四点，还有我们看到这两次惨案都是跟枪有关系，这也是一个美国的枪支自由的一个问题。那我是反对禁枪，但是我也反对对持枪的人不做背景的调查，或者不做心理的医生的咨询。我觉得不对的，那持枪的人应该让心理医生给他们做考试啊。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持枪的人不能够持这种步枪，这种连发的步枪，或者是冲锋枪，或者是机关枪。那这种重型的武器，我觉得个人不应该持有。我觉得像手枪啊。打猎的这个半自动步枪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说全部禁枪，在美国啊，这个一个是违反美国的宪法，另外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枪了，那这个独裁者那就更没有惧怕的了。但是如果人都能有可以这种杀伤力很强的枪，我觉得这个不必要啊，不必要。你像这个陈姓的枪手，他第二把枪是他。加长的弹夹，那弹夹不能超过10发子弹，在加州，他那加长的可能就装15、16发、20发，可能那就杀伤力更大，打死更多的人，这都很危险啊。所以我觉得华人要学习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那在圣经呢，雅各书里边有一段话，雅各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这是雅各书的第1章19节到20节，这段经文非常的，基督徒常用，就是快快的听，就是当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要认真的听。快快的听，不要打断，甚至一句听不懂，可以让人再重复一句。你可以说，你可以再讲一句嘛？我们学英文啊，最早最简单的就 pardon, excuse me, pardon, pardon。美国不说，美国说 pardon me 或者怎么样啊？英国人会说 pardon, pardon 就是再说一遍，我没听懂啊。就是你可以听懂了，或者你实在听不懂，你可以重复一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说等等等等，你理解错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再解释一遍。你一直要把这个意思听懂啊，这个才利于沟通。
啊，利于理解。那我们华人呢，啊，尤其我们北方人说话都比较快啊，我们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或者我们就不听啊，你说什么不听不听不听，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惯，这个习惯会啊容易引起问题啊，所以另外还要慢慢的动怒，那即使他说的话刺激了我，我觉得啊也不需要那么快的动怒啊，因为怒气呢，只是人际关系中，最短板的事情。怒气会导致凶杀。那圣经中第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就是该隐杀了亚伯。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呢？就是嫉妒，然后动怒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段经文说是，该隐和亚伯。这亚当的两个儿子嘛，都向耶和华献祭。那耶和华喜悦了，亚伯的祭物，没有喜悦该隐的祭物。那么该隐就动怒了，他就妒忌了，他就愤怒了，愤怒了。他愤怒了，他不敢对上帝愤怒，他对他的兄弟愤怒。我们很多人处理问题也是这样啊。那这个怒气呢，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怒气啊。怒气是人在某种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或者某种的期望落空，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反应，或者叫做强烈的怒火，或者叫气愤的情绪。就我的期待没有被满足啊，比如说啊，我这个。我让我的同事给我倒一杯咖啡，那他没有给我倒，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高兴了，这就是一种，然后我就发怒。或者我让我的妻子，这个给我递一个纸巾，或者怎么样，他就没有理我，那我就发怒了，那这就是属于一种情绪，期望落空，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种反应，所以这个叫怒气。旧约圣经中谈到怒气的时候呢，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用鼻子或者鼻孔啊，就像怒火从鼻孔发出来的，里边的愤怒像火一样的从鼻孔表达出的情绪。那新约圣经讲到怒气的时候呢，就指到是自然冲动的意思，就是冲动。有人常常说冲动是魔鬼啊，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那冲动啊，人的冲动表达出来的时候啊，是属于性格的问题。圣经常常把怒气也翻译成愤怒，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情绪，还有持久的特点。那么这是人的情绪中的一种表达。人的情绪中有喜、怒、哀、乐，这是人自然情绪的表达，也是情绪中的一种。人会有怒气啊，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随意发怒啊，发怒会有后果。如果你知道你的发怒会有后果，你可能就不会轻易的发怒。比如说一个警察在你面前，他要执法，他让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能你没有做，但警察觉得你做了，警察说你不要动，举起你的手。那这个时候你要是你很生气，我被委屈了，那我什么都没做，但你要跟警察发怒，那就会有后果。所以一般人不会发怒，一般人会配合警察。可是呢，很多的丈夫在家里边，如果妻子这样对待他，像警察一样对待他，他觉得冤枉了，委屈了，他会发怒，因为他觉得后果不大。那有的父母对儿女也是如此，有的儿女对父母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亲人，就比较容易发怒。为什么我们在辅导婚姻的时候，看到最亲的人彼此伤害比较深呢？说他们觉得没什么后果。如果他们对警察、对政府、那学校的学生、对老师，他发怒，常常的发怒有后果，那他就会收敛很多，他就会收敛很多。所以呢，一个人被拒绝是正常的，
一个人被拒绝，这是我们在一个社会上生活，我们会常常的感觉到被拒绝，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可能会被拒绝，所以我们会常常有些负面的情绪。在我们基督教里边，我们管这个叫做负面的情绪。这负面的情绪，跟正面的情绪，就像一个人的两面，就像白昼和黑夜。也就像良善和邪恶一样，那这个每个人都有，这天使啊，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那这个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这两种，那我们如何来管理就很重要了。那当然，我们喜欢乐，我们也需要管理，需要控制，不能欢乐到过年一欢乐喝酒，哇，也不在意了，喝多了，喝多了就。这个就会有一些的语言，失去了上帝的人的肢体的动作，会失去上帝的形象，所以这个也需要管理。那当然，对于负面的情绪，那就更需要管理。圣经谈到负面的情绪，谈的很多啊。圣经谈的负面情绪，比如说有受伤、罪恶感、无力感、不公平、心理的压力、痛苦、苦读、怨恨、愤怒。被拒绝，不被接纳，或者被轻视，然后呢，忧郁、压抑、自我恨恶，自卑、沮丧，被侮辱、焦虑、混乱、不安、紧张、羞耻、恐惧，我还可以列出。无数的这样的负面情绪的形容，这种形容的词汇来谈到我们负面的情绪。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在圣经中保罗讲了一些啊，保罗讲到这些负面的情绪，保罗认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呢，需要被圣灵来更新啊，被圣灵来更新，除掉我们的负面的情绪。然后我们所以现在中国一种讲就是正能量。他们的正能量呢，就是怎么样爱国爱党，这就是正能量，这是错的啊。真正的正面的情绪，正面的情绪是活出上帝的良善，活出上帝的公义，这是正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这个自我中心，我们就会陷在负面的情绪里，不能够自拔。所以呢，当我们犯在这个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出来，你想是不是就会伤害别人呢？如果你里边有愤怒，你就会伤害对面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有苦读，你就会叭叭叭一大堆话，你说的都是埋怨人的抱怨的话，人家就不高兴。如果你有伤害，别人一碰你，那你就会痛，痛你就会有反应，有的是过度的反应。所以怎么样的？把自己负面的情绪认识到很重要，先认识说我们是会有负面情绪的啊，而且我们的负面的情绪会对我们不利的。我们首先认识这个负面的情绪，因为首先呢，我们看到愤怒这种负面的情绪是人类犯罪的产物。我刚才讲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四章，sorry，第四章1到8节就讲到了这个亚伯跟该隐的故事。那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有一天，那个人的妻子，那个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很清楚，这个那个人就是亚当吧，跟他下同房了。同房就是联合的意思，联合的意思啊。这个，所以呢，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该隐的名字呢，有个意思叫得到。这个得呢是在圣经中用的很多的，得的一个是索取，一个是抢夺，这个得的意思啊。所以呢，当这个名字起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和夏娃就给这个大儿子起名叫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啊。那么然后呢，又生了他的兄弟叫亚伯，这两个人呢。有不同的工作，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农业和畜牧业两种职业，可能那时候还没有铁匠啊，那时候还更没有今天的 IT 这个行业啊，没有，那就是种地和牧羊。那么有一天呢，该隐拿他田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他们还有敬拜献祭的观念，那因为是亚当教的。啊，父亲教的，所以他们都会。他就拿，因为他种地的嘛，他就拿他的出产，田里的出产给了耶和华。那亚伯呢是牧羊的，他就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圣经说啊，第四章第四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啊，亚伯，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这段经文呢，有不同的解释啊。那有的人认为，这个上帝不公平，上帝怎么就喜欢羊呢？爱吃肉，那这个农作物他就不喜欢呢？其实这里边我们要读出来，耶华看中了亚伯和。台湾发音叫汉，台湾读这个和读汉，汉他的供物就是耶和华首先看中了这个人，他不在于你手里给他的供物是什么，他在于你的献祭的态度，你这个人啊，上帝喜悦的人，比他给上帝的供物更重要。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有人说哦，我奉献，他没有奉献啊，他奉献没我多，可是上帝喜悦那个人啊，那个人。他对了，那他的奉献就对了。如果他人不对，他献上的供物也不对，就是很简单啊，很简单。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父母喜悦的孩子，不一样，有的父母孩子多，那在孩子中具有厚此薄彼的；那有的喜悦的、喜欢的，哎，他过年拿回来不管什么东西，他都高兴喜欢；那不喜欢的、正在恼怒的，拿什么也不见得高兴，就这个意思啊。那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当该隐发怒的时候呢，耶和华也对该隐说：“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你看不是东西不好，是你行得不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圣经有句话说：你必恋慕他，必恋慕你，你就要制服他。罪要恋慕你，罪。”恋慕你呢，就是圣经啊，这个恋慕啊，用这个词儿，恋慕就是缠着你啊，你放不下的。那什么缠着你？如果是慈爱、公义缠着你，那是好的。如果罪缠着你，那不就挺麻烦吗？你也甩不掉啊。这个罪在原文中，这种啊恋慕是吃掉你，把你吃掉的意思。原文就是吃掉你，这个罪要吃掉你。所以呢，该隐这个时候就怀恨在心了，他就跟他的兄弟亚伯说话。当时两个人正在田里边，在田间，该隐就把他兄弟亚伯杀了。那大家知道，这个田间是该隐的地方，该隐是种田的，所以他拿凶器啊，是用石头啊，是用什么？用木棍呐、啊？那他比较方便啊，他有准备。他就把他兄弟打死了。那这里边就圣经第一次讲到这个怒气的管理的不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那这个怒气没有管理好，发生了圣经中也是有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的凶杀事件，而是发生在兄弟之间，发生在兄弟之间。所以我们要认识怒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首先认识到我们可能会发怒，因为我们是罪人，第二要了解说这个怒气对我无益，对我周围的人更无益。那如果怒气发作出去，不能管理住怒气的话，我们就成为怒气的奴隶，我们就不是自由的人了，我们就是被捆锁的罪人啊，我们被怒气牵引着，那我们正常的思维就没有了，那我们里边。那些有的良善也好，这个常识，包括常识也好，都会被怒气击垮，
就没有常识了。我们做很多事情，我就不计后果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箴言29: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啊，智慧人忍气含怒，就忍气含怒，就把气和怒气忍下来。”新约圣经也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早晨生气了，到晚上睡觉之前就要把这个交托，把这放下，否则你睡觉对你健康也不好。那当然，怒气里边也有分层次。我今天讲完这块就差不多了，我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我讲过这篇道，这是很长的一个问题啊。易怒，第一个，怒气里边也包括易怒，易怒就是因为不公或者卑劣的事引发一种被抑制的怒气，易怒被视为是正面的。上帝会不会愤怒呢？上帝的愤怒叫易怒，上帝会愤怒的。那么上帝会审判罪人，审判罪人，审判那些逼迫他儿女的统治者。上帝说会审判他们千代，这个不是一代就拉倒了。那这个，如果人逼迫上帝，逼迫上帝的儿女，他会被咒诅千代。那这是这个从神来的义怒，上帝让他的子民学习饶恕，但是他会为他们伸冤。罗马书告诉说，他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那这个是义怒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愤怒，这个指强烈的怒火，这里边含有报复的意思，从心里的欲望发出的气愤，然后要宣泄出来，这个叫愤怒。还有一种叫暴怒，这个暴怒就比这个愤怒还要程度上更强烈，它是强烈的让人感觉到失去理智的怒气，就已经失去理智。那这个暴怒这个词儿呢，包含着强迫人实施伤害或者毁坏的冲动，这暴怒。那这个还有比暴怒更高层次的愤怒，我们叫它狂怒。狂怒就像狂暴的怒气，表达的时候是无法控制的，所以他在实施暴力的时候，他的精神是失常的，是不正常的。那人要到了暴怒或者狂怒的程度，负面的情绪就完全不受控制，就失去理智，会大大的破坏人际的关系。但是发泄之后造成的后果就一地鸡毛啊，一地鸡毛无法收拾了，就这意思。你像这陈姓的枪手可能打完了，我觉得他会后悔的，他只有自杀啊，自杀，否则他无法来收拾这一地鸡毛，他打死了打伤了这么多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他怎么办？他不是面对审判，在美国加州是有死刑的啊。但是这个如果他情绪不对或者他精神有问题，那还不一定判死刑。那你即使判死刑，他不断的上诉也能弄得10年20年的。他72岁了，他再弄得10几年，80岁90岁了，差不多了。那问题不在于说他要面对这种刑期，他并不怕这个，他是心里边会有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后悔和自责，这是发泄后的。那当然我不了解他内心的行动，但是我从正常来估计，一个人杀了人了，他心里会不舒服，会有杀了人会快乐，那是魔鬼。那就像，所以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在来来舞厅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老板的孩子儿子，他把这个陈姓的枪手枪抢过来了，他没有对他开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做的是对的。第一个，我觉得他还不知道这个枪手他在上一个舞厅打死了那么多人，他不知道。那所以他就没有想到这人是多么恶。当他拿到枪的时候，他觉得主动权在他手里，他可以选择开枪打死他，也可以选择开枪打伤他，他也选择不开枪。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会选择不开枪。我觉得因为他已经对我造成不了伤害，枪在我的手里，所以我会让他滚出去，让他离开我这里，然后我报警。我觉得这是
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当他如果打死这个人呢以后，他当然他不违法，他打死白打死，可是他的心里边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压力。一个人生命从我们的手中开枪打死了，我不知道这种啊，我觉得这肯定是心里边会有一个极大的重创，这个他本身心里也会有重创。比如说像刽子手，你像这些警察杀人的，他枪毙一些人，那枪毙的如果是罪大恶极的还好一点，如果他枪毙的不是罪大恶极的，是因为言论治罪的，比如像林昭、张志新这些所谓的政治犯，那他们开枪打死的，我觉得他心里边一直会被良心所责备。如果他不是被良心所责备，那就他已经是失去了人性了，那就是，对吧？所以呢，就像德国在柏林墙的时候，有些东德的年轻人经常跳柏林墙逃到西德。有一个士兵上面有命令，发现这个偷渡的开枪打死没有问题，那有个士兵就开枪打死了一个年轻人。当东西德合并的时候，柏林墙倒了，东德的法庭啊判了这个年轻人有罪，他辩护，他说我是听上级的命令，上级告诉我来开枪打死人，我自己没有错，法官说你有错啊，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你可以，因为他是一个生命，他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他只是想到另外一边去而已啊，他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啊，他也没有对你造成威胁，那你开枪打死他，你有罪，所以判他有罪了。那这个就告诉说，当你一个做一个特别的职业的时候，你可以枪口抬高一寸。那我今天讨论这个阿哈姆布拉这个人，来来舞厅的这个小老板啊，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开枪，我觉得他心里的重创会低一点。如果他开枪打死了这个陈姓的枪手，那他心里的重创会挺深的，他需要也要看心理医生。那这个枪手他自己自杀了，这个就比较好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当然他自杀了也是一种抗拒，他不想面对啊，自杀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啊，也是面对的。那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自杀是不能得救的，不管你是。当然这我相信姓陈的这个不信耶稣，信耶稣他不会去那个地方成天跳舞去，那像我们信耶稣的人哪有时间跳舞啊，我们有时间读圣经聚会祷告传福音，我们把业余时间都用于主的事上，我们管理叫主的事工，我们还有时间去跳那种交谊舞对吧。另外一个信主的人70多岁了还这样的这个在意别人对自己说什么吗？耶稣和他的门徒那被人说的多了，基督教最早那外边议论基督教的时候，罗马帝国说基督教，那我们领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血可以喝的，这是我的身体可以吃的，那就是说你们吃了这个饼和杯就与我不吃就与我无分，吃了就可以跟我的生命连接。那他们就说，哎，他们这个就是吃人肉喝人血，这些误解也好这种诽谤也好或者谣言也好，那基督徒不是很在意，我们行在光中，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用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情绪的管理，我觉得华人特别需要学习情绪的管理，这非常重要。那我们在神学院也修一些的心理学的课程因为我们也做教牧光顾嘛，那就是这个牧师要帮助别人，但我们这个不叫心理辅导，不叫 counseling，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真的到叫教牧光顾，因为 counseling 需要有执照的，他需要知道，像我的妻子就上个礼拜五考下了这个心理辅导的执照，他这个专业硕士毕业以后，他要实习3000个小时，加州要求比较高，3000个小时实习结束，辅导结束以后才可以有资格考这个执照，他考过了，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的一些要求。我今天谈的不是专业的，我谈的是从圣经的角度，从教牧光顾的角度，我们怎么看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尤其控制怒气。怒气是一个信号，就表示你有病了。就像你当你有身体有些像我中风，我的信号就是我的手麻木了。比如说我拿筷子，我早上起来我再拿筷子我就掉了，掉了我再拿起来它又掉了，我就拿不起来，那就说明我这个神经有，后来发现是我的血管堵塞，大脑的血不够用，它不能指挥，这个神经不能指挥我这个，所以我出了问题，所以我赶紧去看病，就这个就反映我有病了。怒气也是个信号，就反映人的心里有病了。一个人如果常常的发怒，常常的觉得别人对你不公平，常常觉得不对，原来在国内也是愤怒的，这个哪儿都不好，来到美国说美国就好了，那不一定，来到美国你也同样面对这个你的生存的压力和你的文化的挑战，所以你又觉得美国不好。我常常会看到很多在推特里边愤怒骂人的人，我都会我当然我也不屏蔽他，我就不看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人我会离他远一点，我不会跟他交朋友的。常常怒气的人、愤怒的人，我不会跟他交朋友的，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箴言书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也效法他的行为，自己陷在网络中。这个在圣经的箴言书22章24节到25节，我再读一遍啊，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中。当然还有一个，你即使你不效法他的行为，有一天他暴怒了，你会被伤害，因为你是他的，你可能躺着都会中枪。所以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呢，我的父亲常常这个告诉我，有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不可以交往的。那就是有一种是不慷慨的人，总是算计别人的人，不要跟他交往。另外一个，老把错推在别人身上，会甩锅的人，不要与他交往。吝啬的人，不要与他交往。那还有这个情绪不能控制、暴怒的人这个撒谎的人，不要与他交往。那信了主以后发现，哎，圣经中的教导也是这样子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是不能够交往，尤其那些爱暴怒的人，离他远一点，那他当他发怒的时候，他不会影响到你，影响到你，你不会成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舞厅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了。那么因为他这个陈姓的枪手比较容易发怒，他的前妻证明他经常会发怒，是因为反应过度，一点小事他就会觉得对他不公平。所以呢，他就迁怒于这个舞厅，他常常去这个舞厅，他就迁怒舞厅。所以他这个舞厅现在你看，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舞厅老板也被打死了，这个就完了，这个舞厅这个事业就没有了。那北加州这个枪手，赵姓的枪手，他们是种大麻，所以我们华人来到美国，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保罗也劝那些犯罪的人呢，悔改的人以后说，那些包括那些偷盗的人，信了主了，保罗也劝勉他们，你们要这个做正当职业，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那什么是正当职业？那正当职业，我觉得那就是在社会上我们可以公开说的职业。比方你说我做律师那我做这个老师，那我做 IT 我做会计，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职业。当然我们不说这么高档的职业，我们说一点，说我开了一个小餐厅，我在餐厅里做厨师，他说我在餐厅里抓马，我给人家抓马，我是餐厅里送外卖，
或者是我修车，那这些职业在美国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只要你的智慧能得到发挥，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好。那所以呢，这个我来到美国，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我觉得很好。那感谢神，也感谢云石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度过我人生最难的4年，最早的4年过渡。那我在读神院的时候，生活面对压力，我也出去打工啊，因为我有绿卡，我打工合法，所以我也做过餐厅里的切菜的、抓马的、送外卖的，包括给美国人、犹太人去清狗圈呐、打扫卫生啊、管仓库啊、剪草啊，我都干过。当然我身体并不很好，每一次干对我都是挑战，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不好。因为别人问我，我都可以说我在给美国人打扫他的狗窝，这个是很好。我通过我的劳动赚钱，他一个小时给我5块钱，我或者我给一个餐馆的送外卖，他一个小时给我5块钱的底薪，那我还可以有小费啊，感谢神。有时候送外卖送到一些这个很不好的人那里，他不仅没有给我小费，他可能还侮辱了我。但是我就退让，我就走了啊，走了我就平安了。我说感谢神，虽然没给我小费，但是他没有伤我啊，他也把我们餐厅的费用给付了，否则我餐厅费用我也得补上。那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基督徒，当然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朋友还不是基督徒。那即使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有感恩的心的人总是值得交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总是抱怨，这个不值得交往啊，要离他远一点。尤其那些经常发脾气、暴怒啊，这个，我觉得要远离。好，那今天张牧利谈天说地，我们就聊粗浅的，我们先认识这个怒气对我们人生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怒气。那我们教会呢，也常常会有主日学。我觉得真的是要神的话语来经营我们，神的话语圣灵来充满我们，那使我们提高我们的人生的境界，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不是在这种情绪中生活，而是我们超越它。当我们看到一些对我们的不公不义或者委屈，我们会想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会怎么样，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社会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从来不认自己的罪，都认别人的罪。你看到网络上常常批评别人、指责别人，很多是都是非常骄傲的人，非常骄傲的人。如果一个人常常说："哦，我亏欠了谁？亏欠了谁？"我觉得这是被圣灵掌管的人。骄傲的人很多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喜欢别人没有关系啊，你不喜欢，人家也可以不喜欢你。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那就躲开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交往一些你所喜欢的人，我觉得就 OK 了。这个不一定非得要求别人喜欢你，那也做不到。当然你也没人要求你喜欢他。那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做一个讨神所喜欢的人，就像亚伯他虽然被害了，但是他在永恒中永恒中。那么这个不要学该隐这个一句话就愤怒起来了，就做自己后悔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怒气的管理那我这个也就讲了一半，我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太长了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那2023年这个我也想，希望我每个礼拜能做几次节目更多的讲关于圣经的真理，跟朋友们分享。感谢神，2022年我这个节目有2万人订阅现在我有46000人的好友。那么2022年，其实我也非常亏欠，我做了2次手术，又得了一次 Corey，所以我就节目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做，
非常亏欠，但是看到很多的朋友们的捧场，弟兄姊妹的这个鼓励，继续在这个油管里边做这个谈天说地。2023年，我盼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进入这个园地，和我一起来讨论我们移民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多畅所欲言讨论。我也盼望朋友们留言多留言。那这个有问题也可以我们彼此的交流彼此的交流。所以呢，我也看到你们的留言在里边这个感谢神。所以呢，这个我现在我用这个 Zoom 好像还不是特别的习惯，因为这2天好像油管我这个好像不太顺，所以我就用 Zoom，不是太习惯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我看到这里边还有好多人在参与，很多人留言，那我看看这些留言，我跟大家这个分享几句留言，我得戴个眼镜这个感谢主这个谢谢你们的鼓励我就不念了，鼓励的。这个说，詹姆斯对枪击案的跟踪播报续播，结合圣经完整的分析解读，使人随之思考，非常好，谢谢你的鼓励智能和完美的人交往吗？这很好的问题那当然，你像我，肯定我自己不完美首先，那我肯定我结交人也不完美。结交人不完美，但是我喜欢那些跟我怎么说，跟我比较能够谈得来的人。那如果我们见面就吵，见面吵，我就觉得浪费时间。尤其对有一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想在这些无意义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但是对我来说不一样，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上帝给我一个托付，或者说白一点吧，是我们职业的一个无奈。不是我们的选择，做牧师的什么人都得接触，你不能说接触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属灵的人，当然你也会接触一些特别不属灵的人，或者你我这么说吧，我坦白的说，来到教会的人可能还不如世界的人正常，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无病人不需要医生。那我来不是让义人悔改，乃是让罪人悔改。所以很多来到教会来寻求耶稣的、寻求真理、寻求医治的人，也许他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所面对这样的困境。所以那牧师当然要把上帝的话语给他们，这个帮助他们成长，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牧师接触不一定都是好人我们接触的这么说吧，都是罪人。那这个姐妹说非常精辟，哪些人可以交往，哪些人不可以交往这个要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如果你觉得人对你有危险，远离他。圣经告诉我不要恨人，但是可以远离他，这是圣经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约瑟的身上就会看到约瑟，到了波提乏家里的时候，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有这个有想法，就想这个让你小鲜肉跟自己上床，约瑟就远离他，就尽量不碰他，尽量离他远一点。那我们在人生交往的时候，我们可以远离一些人但是并不是恨他，可以远离他。我觉得这是智慧，这人生需要很多的智慧，因为你交往的人是有限的，你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说你好。那詹姆斯这个说詹姆斯先生能这个挺有意思詹姆斯后边不用加先生说说感恩和逆来顺受的区别，下次给你讲感恩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听詹姆斯讲道是一种享受，谢谢你这个确实是享受，感谢神的供应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享受，真说对了。如果你每天读神的话，
真理的光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解决很多我们心里自己的忧愁。我们把自己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帮助别人，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说教会的工作是最挑战性的，最不了愧疚，感谢那些愿意付出的牧师牧者啊。好，愿神祝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我讲太长了，这个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讲啊。这个关于怒气的控制，我后边还有啊，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分享。啊，也盼望朋友们点赞推广订阅我的这个频道，按小铃铛，当节目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当点赞的推广的比较多，它油管就会推广啊。好，我也盼望我的节目我觉得是正能量的，应该让更多人来了解，是更多人得到帮助。好，愿上帝祝福大家。